我们是新的 YouTube 吧？很难找吧？我们是吧？OK， 今天是 Merdeka Date。那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要去 IKEA， 就我们去年 Merdeka Date 也是一起过。但是不是在 IKEA， 在 One U， 就是这边附近。我们真的很喜欢这边附近。啊，不是他，他也是。OK 啦，我也是喜欢。我们今天等下要去量体重。我们上次量是1月。啊，对，一月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去量，很久了，我也是很想知道我自己多重。就它的机器不错，可以量你的体脂肪啊那种东西。虽然我没有健康，但是它还是继续维持着健康的身材。因为我要理想的身材，你有看我的 Pinterest 没？我拼了一个 bot 是什么啊？ Body goals。我不想看那边，因为很 extreme 吧那些。因为真的太美了。我觉得应该很难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。只要有坚持就会有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俩是不是？我是觉得是。啊，塞车！其实这边是不会塞的。这个Merdeka Date他们不要出外婆嘞。什么？这个Merdeka Date他们不要离开 KL。对啊，后排这俩。我们现在是去亚东体重。就很多车，我们现在胖不是为的为，他这个人呢，我们的车，在那个遥远应该看不到就算了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进去。哇，这个车啊！我觉得那个经理要笑我们了。笑什么？我们是新的 YouTuber。很难找吧？我们。哇，现在1:14，我们刚才去量了我们的体重。他嘞？那个人叫他要吃多点咖啡。那个人叫我多点给他吃的，但是我讲嘞，他吃光都是给我。所以我的 fat 就增加没有啦，但我量了呢，其实是有降一点点，很开心啊。他叫我要继续做运动，他也是有看到有 baby baby fat 到头的 baby baby， 我有点不好意思。好了，再给你们看我们吃寿司。我们刚刚拿了，是什么？是什么来的蛋卷哦？不知道，是虾吧？他一直讲，一直转过来，一直转过来，再就拿了。然后我拿的是培兔嘛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觉得有点甜哦，因为它的腐皮，它的腐皮本来就是甜的，应该是日本的。你也不能喝咖啡，有点想要。我喝咖啡是特别的吗？好吧，我想要喝 ice tea 好啊好啊，咱们凉就是可以啊可以啊。你知道那种减肥女孩子那个水啊，甜的是不懂啊？甜的是，她很想喝 ice tea。
然后还有 Ariana Grande， 就是很美的那个女孩子跟我同岁，你知道她体重还多少？47，跟我同高我很多，就跟我同岁，她很喜欢喝 iced tea， Ariana Grande， 很美，好，我很喜欢。她是 Green Tea 什么？我 Green Tea 什么面？啊，所以看她是不是青色的？她是青色的。哎呦，我拍到超美了。问她会不会有 Green Tea 的味道？你猜。天啊，对，我第一次吃冰淇淋面了。它现在很多冰淇淋什么不懂什么，哎，哦，还有冬菇，很多菜很适合我，嗯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菜。好吃啊，它是没有冰淇淋的味道，反而是手包味道，不是？嗯，不错，有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好像我们喝的茶没有冰淇淋，好吃，我很喜欢的。OK， 你可以吃了。我看它有蛋，我可以扎到那个蛋。对，很粗鲁的扎，我用烂那个蛋。哇！我不知道。你看那个眼，你们看到？我觉得一定很美，还有鸡肉、羊角、山角，还有一个冬菇。